一，浩文给老九上61个知识点。昨晚的见会 PK 当中，浩文与老九指挥的生日快乐，狭路相逢，最终给对手上了61个知识点后，浩文遗憾下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浩文在本场比赛当中，药都差点吃完了。在本场比赛进行过程中，开武装的操作手随风表示自己没有点经脉，主动背起了输掉比赛的锅。二，指挥发展联赛16支队伍开战。CC 举办的指挥发展联赛将在今日正式开战，采用了全民 PK 的模板，总共有16支战队参赛，参赛队员主要以 X9 指挥为主，当然也有风心、颜值、风机、小风等符战指挥。3.16 冠符战号出专用环圈，元真宝格练廷手中的16冠符战号如今已经到了百花村指挥阿盖手中，近日他鉴定出一把160专用环圈，只可惜伤害太低了。四，云游道人终于来了，阔别已久的云游道人终于来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的梦幻币准备好了吗？5.110无级别校里女头出炉，昨日又有狗托逆袭，鉴定出一个110的无级别校里女头，这个女头应该会引起不少 X9 大佬的争夺。